在演员请就位这个节目中认识，我的粉丝特别给力，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拼尽全力，他们的存在让我感觉我身后是有一股力量。咱们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这个坚强奖送给我最坚强的粉丝，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这个奖状送给你们，我也作为你们坚强的后盾。三个词，坚强。不想让粉丝们操心啊，或者让粉丝们担心的。以前呢，总是你们不为我应援，这一次呢，我也想为你们应援。我可以跟在你身后，摘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那些是岁月里的希望，能够带给你们很多的能量，就是互相起舞的动力。能不开心的时候看到我就会开心，就像我不开心的时候想到你们，想到你们的支持，或者累了，哎，觉得好多工作好烦啊，或者想到你们，但是我想到有一群这样热爱我的。